来一把卡米尔啊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下路夫妻组合。全军出击。俺老孙可会72变。不能红开二级抓上吧。插个眼儿吧，以防止他红开二级抓上。进草丛，占领高地，学个艺，红开，不放艺好像兵收不掉。 A 一下走，打个盾啊，直接一 A， 再 A， 再 A， 再 A 吃药，再 A， 再 A 走，再 A， 再 A， 一 A， 你干啥呢？这挺有意思的，这有意思的老弟，回家了。没想到啊，啥技能没用，他给死了。这饼干咱就不卖了，我再来个药。传一手吧，早用早吸地。一 A， 再 A，A 接 A。接 W A 接 Q， 哎，刚这波怎么操作失误了呢？本来他 E 的时候我已经学 W， 然后摁 W 了，但没出来，稍微操作出现了点瑕疵啊！一小兵没打着，哇，吹波 Q 了。我们还有个饼干，而他啥也没有。A， 再 A 走，他有盾，不急。要越塔呀！这怎么回事呢？没有意义啊，着啥急呢？他也把饼干吃了，你吃饼干，我还俩饼干呢。瞎子马上要来，跟我往后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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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上来，现在能耗一滴血就是一滴血，知道吧？耗一滴血就是赚的，盲生。一上来 A 走 ，A 接 W 接双 Q， 四个饼干，可以杀了，跟我上来，赶紧上，赶紧上，赶紧上，抓紧时间，趁他技能没好，闪现 W 走，挖掘机可以。别打！你死操了，这拍地板！哎呀！菜一下，
看一下。哎呦，痛的很呢！踢亚马特了啊！先把兵线推进去吧，这兵线老不出来，确实挺难受。说实话，老卡在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兵线是最垃圾的，别人想抓你就抓你，别人想回塔就回塔，千万别把兵线卡在这，最好是在这儿这儿这都可以，这往自己家身边控。去中路来一发，好，死了，给我汤喝，连个眼儿都不给我，可恶。河道插个眼儿，峡谷马上刷，可以看看卡米尔跟峡谷都去哪了。红偷了，可以。红偷了瞎子只能去下路打蓝，所以这波应该是在下路。算了，他也不跟我打，这个就得了。打了呗，正好我帮你打了。打这个最好别用技能，用技能不合适。他要往上走啊，往上走不一定能抓得到啊，这小子现在不能跟我打了。为什么没有拉扯刀？哟，差一点点给我踢死了。但我上去那一瞬间，其实已经晚了。上去那一瞬间，瞎子从我后头出来，我就知道我已经没命了。这波没命了。嗯，不过对面中路也死了，可以接受，资源一手互换。传送别用啊，传送用了一会儿他容易直接去我们的下路，这个人推线很慢的。把这船留着，直接快速推线就可以了。
哟，他不出提亚瓦特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家卡米尔的英雄不跟你打，玩个猴确实不好杀。没有闪顶吗？没有闪顶就算了，消闪可以。这下路是怎么干起来的？我都没看见呢。算了，他传下我传上吧，正好我拆技能打皮，省得咱们也有点亏，不合适。这里，往这儿走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在这儿。我刚才有个大还行，我都没有大。打这英雄想打出优势咋这么费劲呢？他不跟你打吧，你就打不了。他要跟你打呢，你就稍微还有点亏。回家我有点亏，而且我出不了黑切。这波他应该要走了，还不走。你还不走啊？有点猖狂了，这是。哎，必须掉线了。把这峡谷打了，正好他们俩全回家了。这啥意思啊？这怎么这？
怎么能这一波还能打亏了呢？走吧，卡米尔复活了，不是复活了，从家出来了。nice 啊！难死啊，兄弟们！大峡谷，30秒，哦哟，他怎么这么猛啊，我的天哪。而且我还得出水银鞋，你把单杀了，有点厉害呀。这波不亏，一换一，俺们家打野也给对面中单单杀了，哎，小龙。小龙，你快点下去吧。我还有20秒，有大，等一会儿。等一会儿啊，等个大招。我操！都这个样子的吗？哎呦，这是多少血呀！我估计能有十几滴血吧。这波没啥了，属实是不太应该。不过队友打赢了，还可以接受啊。打着打着变成我要玩了呢，其实我应该是挺顺的呢。不带了，一会儿瞎了又过来找我来了。把小兵锤小锤出了，刚我要出的步甲鞋应该就赢了。
后边谁？卡米尔啊，杀！大龙拿不拿？可以拿，存活就存活呗，没有关系。不行，打不了了 ，ADC 死了。可以，中推也行，来中推吧。nice 啊！小龙，用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。我没钱买这边，我来。我来。让我扫描一下，把蟹打了啊！中路线清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大龙逼团。哎，中了，就是有点近，不是有点远。把莫甘娜杀了 ，nice 啊！红拿了，拿红拿红拿红，大龙可以要，可以开团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边开团。先杀女枪，可以啊，直接往前追，硬追，哎，追硬追，不杀卡米尔，杀安妮儿，50块没拿到，能一波不？小龙也行，来小龙，这边有龙魂了，把小龙拿了，小龙小龙小龙，呀，这挺嚣张啊，耐死啊，呀一不倒，这瞎子知道我搁这边，这说明这边有眼，把蓝拿了，可以，大龙拿不拿，我去把下路拆了，怎么卡了呢？我没有传送啊，等我。等我。就都妈的。
先杀安妮儿。好，可以动大龙了，这回可以动大龙试一试了。不动大龙杀人，我先回家啊，你们先玩。我是手中是手下，这都可以。这干嘛呀？这要杀我呀？来，超了，打死他！再一个平 A， 漂亮！手下下路，下路，下路，完了，下路高地掉了，我操！这大龙啊，始终是没拿下来呀、啊。中路抱团，我看一眼啊，差点钱，差了200块，我把下路车收了。这我觉得应该果断点开龙的，不过开龙容易让人让对面就是有机会，比如说瞎子给龙卡了就有点难受了。我的假猴直接中推呀，直接中推中推，哎，火龙啊，火龙，小龙，火龙，小的火龙，我操，兄弟，你让炮车给杀了！后边，后边，后边啊！一波一波，兄弟们，一波！拆基地呀、啊！漂亮！